画面糊糊的右下角可以把那个调到 1080p 呀、啊。先转换普普路。仙女，我没有带仙女啊。没蛇夫队的话，要带谁、哦？我刚刚已经有示范蛮多队伍的。光城救法拉第、哦，我等一下用那个亚瑟打看看。我是想先用这队通关啊，对，有点机车啊。刚好妖精队比较困扰一点。先把血膏洗出来，然后进下一关的时候呢，要留多一点水珠。这样应该会打到他残血，真伤感觉不够。嗯，等一下哦。好，这边留水珠，留水珠，然后火木要绿掉，火木绿叶啊，留光暗，留光暗跟水珠。水珠多一点啊！这么多光暗，我觉得天堂鸟应该够了吧？来来来，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！这再没过，我换队伍。一二三四五六，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干这个新珠这么多，不可能再没过了吧？这可以了吧？伤害不够。臭屁脸，哎、欸，干很久没有臭屁脸。好，好了好了，手可以离开下巴了，辛苦你们了。啊，这个，我看一下。其实这边可以洗技能的、啊，把这个冰冻先弄掉先了。啊，那每一回合弄五风化、啊。暗珠记得，暗珠记得，暗珠。等下，暗珠是啥？暗珠是啥？
弹珠是光珠，弹珠是光珠啊，那个木珠是火珠，光珠光珠木珠是火珠，看光珠不能消，火珠可消，光珠消，我怕打不死哎、欸。干！我消到了，完蛋了。怎么没事啊？他不是中毒吗？他不是中毒吗？80%生命力哦，伤害只有10哦，不痛不痛啊，没事没事，我没事没事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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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吓死宝宝了，害我想说刚刚那个那么精彩的效果，害我又要重拍了，没事没事。然后王冠呢？王冠我看一下哦、喔。你看，我们有这个更新效果哦，到了王冠就是无敌，无敌无敌。哦，先把技能洗一洗哦，技能洗一洗。就算你没转到，也不会死。哦，完全不会死，一二哎三。四五，哦，完全不会死。好，看一下哈，这边一二三四五，好。哦，一言不合就开龙坑，好不好？然后他就死了。好啦，英灵石啊，英灵石，没雪糕怎么办哦？其实我觉得不是雪糕的问题，是我刚刚其实在世界树也是可以过的，主要是那个天降的星珠要够多，天堂鸟要追打的够多下才可以过，主要是星珠啦，版面你只要光暗多，流光暗多，其实就够了。